这个灯你问好久不见了，对，好久不见，半年了吧。三七呀，哈。あっちが MRT の動物園駅で、こっちが政治大学があるところです。で、その行く間のところに、ここが僕がおすすめのスーシェンタンとヨーファンが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お店です。不好看的我们要塞。好啊。要抓住我。不好看的要塞掉。现在23000个人看我的影片。变越来越多。是吗？对对对。现在很多台湾人看，所以很多人给我留言。因为我每天上去啊，所以每天。但是你们真的很辛苦，早上六点开吗？哦，六時から開いてるらしいです。然后下午一点关门，到我一点半哦，一点半。一時半までやってるみたいです。啊，めっちゃ美味しそう。米好吃啊！哎呀哎呀，你再靠板来。哎，再靠板，找空间。麺も美味しそうです。あ、違う、木曜日だ。メイチョスディエンショーだから木曜日は閉まるので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。你今天吃什么？めっちゃ美味しそう。いいですね。スーシェンタンです。大腸とハト麦のスープ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。50元です。面线你给他炒，就面条就跟很老，面线很老吃。对对，那你要这样，这样，对，这样子，就没有弄过。看要怎么装饰，你自己装，好、哦、自己装，看怎样比较漂亮，好，看怎样、okay. 不是要这样比较漂亮、啊，要这样比较漂亮，对，这样才有全部跑出来啊，好，对呀、啊，看你自己装饰，自己装饰，谢谢老婆娘，老婆娘がサービスでくれた、うまそう。谢谢。
说我们的面线很好吃，对，这一家已经开了35、36年，对，谢谢你。你就不吃，你就不造化，就是嘛。哪有炸？这个来恁进台读书啊，就不来啊。顶回甲我拍一摆，学人我袂少咧看咧看。嗯。哎。哎呀。哎。就打这个，我们的面线很好吃。哎。好。谢谢你，老板娘，谢谢。这是天ぷら。天ぷら，你们日本的东西，对。关东煮，关东煮，关东煮，关东煮。啊，来，我们这边，我们台湾给它调一下，这边就是我们台湾的东西。啊，这个是关东煮。黑色的是猪血糕。猪血糕。还有那个，鱼蛋，啊，那个是肉丸，甜不辣，这个甜不辣，对，还有一个在，没关系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关东煮，好，谢谢，啊，吃过。对，关东煮要摆什么怎样？不好看的要塞一塞掉。OK。关东煮，谢谢你，やった。啊，天ぷら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台湾天ぷら。好吃。
外で食べる感じがすごいいいです。月曜の朝です。谢谢你。真的吗？不要吗？啊，谢谢你。不好意思。好。老板，谢谢。好，对，好好好。再来。下次再来，嗯，下次带朋友们。不好意思，谢谢你。好。谢谢你，好久不见。拜拜，很好吃，下次再来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老板，拜拜。ここマジでおすすめ、美味しいです。老板に朝めっちゃ美味しかった。顔入れって携帯ですね。拜拜，谢谢你，下次再来。真的，我半年没有来，所以我真的很想吃的那个味道。谢谢你，拜拜。地址是台北市文山区新光路一段189-2。好。啊，这个在台湾买，这个比较好放。鸭肉饭，鸭肉饭的一片，对对对对对。木西路上有个面店，大家有吗？还有那什么？差不多。四元面的蚵仔面线呢？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。都有看到你。谢谢，我叫中山。对对对对对，谢谢你。上面都会有，都会介绍东西。哦，对，每天吃不一样的东西。不错。谢谢你。方便这样。再见，下次再见。好，拜拜。まさかの視聴者の人にもお会いしました。びっくりした。ありがたいです。それでは。